这是你刚才的样品。You mean that before? 啊，我给您变个魔术怎么样 ？You want to do the magic show for you? Magic? Yes. Okay. Okay. Which one did I give you? 他说哪一个是他刚才给你的？这人我怎么这么眼熟啊？大狗，被我们丢到工商局去的那个。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职业点行吗？怕外面听不见啊。哟，你小子还喝酒呢？谁让你喝的？哥，你来点。跟了我这么多年，没长进。哥几个，大买卖来了，快干啊！爸，你们认识啊？可是认识，那我和你妈都是老朋友了。你跟他讲，价格见面谈，细节好商量。哦。爸，我最近认识一个网友，叫赎罪的狼，特别逗。什么狼？赎罪的狼。当心你妈揍你啊！爸，没事儿。哎，跟你说，他是个老头，可逗了。你呀，还小啊，是非判断的能力还很弱，你不要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撩。哎，你看，他们拒绝见面。想见面先打钱，好，让他给你账号。嗯。是会飞的鱼吗？流动作业，够职业的啊！干我们这行，不是没吃过亏。先验验货。好。
第一，我们在前面开，你们在后面坐，这样看不到制作过程。第二，流动作业比换地更安全。这话是你说的吗，陈祥和？多少年了，我一直在找你。哟，陈祥和，你没变样了。是吗？您见老啊。怎么了？大点都行，别打我脸，打我脸，我老婆会心疼。听见了吗？别打脸，打！打不打？又怎么了？大狗啊！杀人不头点地，也别打太狠，打得太狠，我老婆会杀了你。杀了我，把他给我提过来。赎罪的狼。你就是陈露，叫我名。会飞的鱼。哎，喝点什么？我看看吧。陈祥和，你到底想干什么？是你做的吗？是。你知道做这一个东西，我要花多少时间？从原材料，到请人设计，到制作，最后到宣传、推广、销售，每两个月下不来。你就这一车设备，两个小时搞定了。我今天不跟你讲，你给我造成了多大损失。大狗，你是人才，这么多年都没变，还是人才。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带着这帮兄弟们，为什么不走点正道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哎，做点什么不好，非得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非得把自己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能得到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哥几个干这营生，一年能挣多少？一人至少10万。二锤，哎，告诉他，你今年盖了几间大瓦房？哎呀，失敬啊，这位这个锤子兄弟啊，你这个，那我敢问一下，这位英雄，你结婚了吗？没有。我结婚了。那这位结婚的兄弟，你跟你老婆怎么讲你的工作呢？你又讲你是造假的，你看他干嘛呢？对呀，大狗，你兄弟们想知道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呢？你就是一个造假的，你就是一个做贼的，一天到晚讲的是职业。你做贼的要什么职业，要什么规矩呢？可是我跟你讲啊，一个男人活的就是个规矩，一个男人活的就是家，就是家人，就是老婆和孩子。哎，我是有一个好老婆的，你呢？
还没结婚呢吧？哎，这个锤子兄弟，你那个五间大洋房，你自己住过几间，又住过几天呢？你别说盖五间，你就是盖50间，你每天还要在这个车上来回流动的跑来跑去，那你那个房子给谁盖的呢？这位结婚的兄弟，你结婚了，一天天不着家，你老婆有一天要是改了嫁，跟别人跑了怎么办呢？还有你啊，大哥。 出狱了，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哎，你还不结婚？你说你挣10万块钱，你一年就挣100万块钱的话，你这个钱花，我老婆就改嫁。哎呀，哎呀，这个结婚的不那个改嫁的兄弟啊，不是这个，你知足吧，你老婆只是改嫁了，哎。 你行婚没有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要是跟了别的男人的姓，那你多难堪呢，对不对？我很想收你。我想收了你们。你是大财，我想带你们大用。如果能跟了我陈江河，你踏踏实实盖你的大瓦房；如果跟了我陈江河，你们的老婆再也不会改嫁，孩子也不会改姓；如果跟了我陈江河，你们踏踏实实每年赚这10万块钱，我来交税。 我给你们上保险，吃穿住用，在我陈江河的工厂、宿舍和食堂。你想想，陈江河，你大善人啊！我就是个小商人。不瞒你讲，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我想请一群高手，来给我做一个快速反应部队。如果你来， 我求之不得。要是换别人，我还愿意从这个梁，你们家门儿都没有。陈江河，今天我们算扯平了。第一，你们家的货，我们再也不会访；第二， 从今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走。没事，他们是我的朋友，是人才。陈总。 主任，都在这儿了。主任啊，哎，这个月记得啊，给他们队多发一份奖金。啊，我还真是第一次发现。 说我们集团的保安这么的神勇，哦，保安呐，我还以为你警察呢。那个都是我的朋友，坐。来来来，立正！苟日新。 带兄弟们接案投明，向玉珠集团报道，请求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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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你怎么能不让锤子兄弟上厕所呢？不让锤子兄弟上厕所，是对锤子兄弟人生的最大的攻击。啊！爆了！而且你不让他上厕所，也是对我们集团最大的一个侮辱。主任，哎，我们集团每层楼有厕所多少间呢？刨除 VIP 的有八间。那就是一共有十间，有十间厕所你都不让锤子兄弟去上，他心里得多难受呢？去上厕所吧，兄弟，好吗？去 VIP 的随便上呢。谢谢大哥。唱哪一出？大哥，我们合计了，还是上你这划算，至少不用担惊受怕。哦，说上我这儿来，你不用担惊受怕，那我还要担惊受怕呢，我怕每天你再揍我一遍呢。那不能，大哥，绝对不能。哦，你误会了，大哥，我不怕疼，因为在这座楼里呢，主事的人不是我。主任呢？我们这座楼主事的人是谁呀？骆总，骆总，你见过呢？我老婆，你老婆？哦，认识朋友啊，是不是？对，我怕的是，如果他要知道你们欺负我，那你们可能这辈子都不用再上厕所。那不能，绝对听话，大哥。大哥，欢迎你们，谈谈条件吧。就你上次说那就行，没问题。我陈江河向来说话算数。报，归队。是。大狗，你搞什么名堂啊？你这个样子，跟整个集团是不搭调的。大哥，你不知道。这帮小子刚从监狱出来，没什么素质。我不军刷不接话。站好，给你使，听你话，保证好使。跟我一起喊，大哥！大哥！这个楼里不能叫大哥。哦，对对对对，不叫大哥，叫董事长。跟我一起喊，陈董事长，陈董事长。对，已经第八个了，真能吃。对，没那些，就看看。而且是这样啊，我请的这些人呢，都是天才，每一个人都能顶你三个技术。所以有朝一日，老夏，你别瞧不上他们，没准你都会求着让我把他们留下来。真的假的？你不信是吧？好，那我现在就把他们几个都带到别的厂去。哎，别！我就信你陈江河一次，给他们安排四人一间的房间，可以吧？不可以，全部都按照真正技术员的标准。两人一间，什么工作都不要给他们做，好吃好喝好招待，替我看着他们就行。哎，你说，陈江河是不是真想养咱们呀？我都不好意思在食堂吃了。他都答应咱了，都提前打好账上了。你怕啥？用不用那是他的事儿。当闲人，吃闲饭。还真别扭，大哥，你说他陈江河是不是怕咱造假货扰乱市场，把咱给圈起来呀？啊？
你当你是猪呢？来来来来来，再一碗，你得听一个。哥哥，红酒一个大勺子，哥哥都喝完了。六个馒头。什么呀？ 公事先规定，一个人自转拿两个。哎，不是主食随便吃吗？你当我是喂猪呢？走，老子不吃了。什么德行？这个事情公司刚刚开始决定，为什么就删去？就这个消息，什么意思？啊，行行行行，你不用给我们演戏哈。 你当你的善人，你又是捐捐捐捐东西，又是收留哪些个造假的人，你给自己人留饭吃了吗？你，是啊，你们公司正规，不养闲人，可是为什么养那么多造假的？你知道上车怎么说你们吗？我们现在连那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人都不如。从监狱出来怎么了？谁说的？ 谁？我说的。谁？我说的。大狗，你再说一遍。大狗，我是他说了，老子连陈家沟都打过，你算老几？你放开！你再给我说遍是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放开！大狗，大狗，怎么打你？放开他！放开他！让我见识一下男人怎么打女人。 老公，他打你了，怎么没告诉我呀？我要知道你打我男人，我弄死你。陈总跟我讲你是个人才，让我每个月给你发着工资养着你。你打他，他养你，你是他亲爹啊！大哥，我要是害怕你作假，防我们公司的货。 当年我们就能把你送进去，今天不行了。我玉珠集团是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养老院，什么人该走，什么人该留，我们心里有数。陈董一直跟我讲，玉珠集团总有一天需要大狗，他真是拿你当个人才看，你拿你自己当什么？ 陈董，你喜欢他什么呀？一个大男人一点气都沉不住，说实在是让您受委屈。有什么想不通的，您找我。谢谢。我公司不养闲人。 上次您请我们吃的是这个猪肘子啊，今天啊，我们换一个口味，这个叫做上海本帮菜。在你们这个国家，想找到中餐，尤其是上海菜，难上加难。Thank you. In our country, only Chinese food is expensive. 在我们国家，中国食品是非常昂贵的。 那我太高兴了，但是我希望的是，不光是中餐，有那么一天，我们中国所有的产品价格都能抬上去，那我才高兴呢。我跟你讲。It looks very delicious. 听我先生夸，这个菜非常好吃。好，我们义乌的菜更好吃。Oh, we have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in 义乌。东河肉饼。还有东河。有拉拉面，有麻汤。哎呀，麻汤。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到义乌去，好好带你转一转，让你吃个遍。 That won't be necessary. In Yiwu, they're only producing cheap goods of low quality. 都卖很低端的东西，他没有兴趣那边。哎呀，你也觉得我们这个产品是低端的呀？我特别理解。 Understand. 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It's a. 所以这次，我来找你就是来帮我。 This time,
考虑一下，我们合作一个合资品牌怎么样 ？New brand for us。这样，你问他，他的产品在我们中国一年能赚多少利润？哦 ，How many you can earn in China for one year？ We make several millions in profits。几百万的利润是没有问题的。才几百万？你要交给我做的话，我一年给你做到几千万没有问题。And he can earn tens millions for you。我们义乌是全球的这个小商品集散地，我在义乌是这个。I'm the number one here. I consider providing you with the goods. 哦，他可以考虑。But there won't be any partnership. 合作就算了吧。哎呀，还是门缝里看人呗，这个话就不要犯了。来，吃菜，吃菜。Coffee or wine? 你跟他讲不用那么客套，坐。It's not necessary for this. Have a seat, please. 我就问你一句话，问完我就走。你我，咱们两个到底能不能合作？Can we just make a cooperation first? What if I refuse? 他说如果他拒绝呢？没关系。如果不合作的话 ，It's okay。你的技术、你的设备，我一样可以能拿得到。三年，我只用三年的时间，我保证能学得到。你信还是不信 ？Three years, only three years. How can you be so rude? 他说你没礼貌。没礼貌你也受着吧。我这人不喜欢兜圈子。因为时间对你对我都很宝贵，你不是想进入中国市场吗？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帮你，也许你根本用不到三年。Have three years, he can make that for you. 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我等你的答案。You got the cover. That's it. 陈江河，飞扬先生，你到义乌，你到义乌了，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吓我一跳。这个德国人已经把他的车间转遍了，我发现是已经晚了。麻烦帮我翻一下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这个合资建厂的这个事情 ，How about the joint venture factory? I'm sorry, Chen. Only the minority of our board of directors agreed because of China's bright future, but the majority voted against it. So I came here myself to investigate, but I must say I'm quite disappointed. 明白，明白。For example, this is our premium product. You just can't produce it with your technology an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我生产条件是没有办法达到的。老夏，怎么能不请客人喝茶？哦哦，赶紧招呼！哎，请菲尔先生喝茶。来来来 ，Have some tea, please. This way. Very delicious. 他说非常好喝。你也别走。
菲恩先生。Miss Ting， 这是你刚才的样品。You mean that before？ 啊，我给您变个魔术怎么样 ？You want to do the magic show for you？ Magic？ Yes。OK。OK。Which one did I give you？ 他说哪一个是他刚才给你的？Make this just now？ 他问你是刚做出来的吗？这位呢是我们集团的这个技术专家 specialist， 苟日新先生 ，Doctor Go。这是他刚才啊，在我们两个人喝茶的这个时间呢，专门为您赶制的。Rushing out for this product at the tea time， it's a special gift for you。Can I see the place where you made this？我们可以看看生产这个产品地方吗？其实啊，这个东西就是从你刚才在我们这个工厂转过的那些车间里面生产出来的。但是我是想这样，实话讲，我们完全可以山寨你们的产品。He can copy your thing。但是我们不愿意。But he don't want that。我们想做真正的精品。He won't make the。所以说，如果您对这个质量还比较满意，觉得接近你们的标准的话，我希望菲恩先生能够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两方合资建厂的这个事情。Consider out the venture joint factory。那么现在，我们就想请这个苟日新专家，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为我们重新参观你刚才走过的厂。哥，我去一下厕所。Let's go. Come on. 就算是只狗，也成专家狗吧。How many specialists like you on this factory？ 像您这样的专家还有多少？很多。There are a bunch of guys like him。The Chinese are very smart。中国人很聪明。We wish to cooperate。我们可以合作。走，走。馒头一份菜。青青啊，改了不限制，你们随便吃啊。还有助理，专门给你们加的小菜，啊，随便吃。哥，你瞧，来来来，来，
这伙食还行吗？还行。这两天你们几位得干活了，把各个工厂的这个技术工人给我培训起来，得为合资建厂做准备喽。教他们？舍不得，您现在是专家了，怎么就不能当师傅了？要不然我要你做什么？哥几个职业技能还行。范亮呀，耶，真当师傅了。刚子走不成，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跟我说说，我也好跟大伙解释一下。好端端的一个厂子，说关就关了。跟你这么多年，陈江河，你不是不知道，这厂子是我的命。这也是我的命。那老夏，你先不要激动好吧？咱俩先把酒喝了。你不说清楚，这酒我不喝。中转舱要不要建？要吧，但是我现在没钱了，老夏。麻烦你从大局帮我出发。我想来想去，只有卖你的合资厂这一条路可走。合资厂好不好？太好了，它能让我们的产品整个升级换代。可是海外仓更好。如果这个事情开起来的话，我相当于在欧洲开上十几个小义乌。我整个商业模式我能颠覆了。现在这地圈下来了，欧洲也把合同给我发过来，但是我签不了。为什么？我没有钱。咱玉柱集团怎么会没钱呢？就是没钱了，每一分都用上了。我能用的所有的钱全都铺上去了，还不够。你告诉我怎么办？嗯，我只能卖合资厂。你这是？把命豁出去干呢！我现在连脸都豁出去了，我能借的已经全借了个遍。你这个合资厂在我这儿也是新高宝贝，我当初怎么跟德国人把这个合资厂磕下来，他最清楚。没办法呀，我只剩一句话：这厂没了，我狗日新就没用了。你还要我？你别在这废话。要不要？废什么话，能不要？可是，怎么向大伙解释啊？老夏，陈江河这么多年想干的事儿失过手吗？他答应咱的好像都兑现了吧？这次也一样。这么多年我信过谁呀？陈江河要干啥？我苟日新就跟着干。老夏，这个事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眼巴前是难受一点，未来我领着你过好日子。我跟你讲，半个小时了，你就没有说别的词，麻烦你换一个不是挨的好不好？哥，算上迪拜、莫斯科、布拉格、马德里、科隆，这是第六个了，就属这个气派。而且，这还是我们第一个开始营业了的中转仓。哎呀！哎，我跟你讲，一会儿投资商来了，你给我换一个词啊！你注意点形象好不好？哥，你放心吧，人家问我，你们这中转仓
啥时候能用钱呢？我告诉他，等这仓货物满了，可上风一样抢着进来，就开始赚大钱了。那时候也没你投资的份儿了。你快下来吧，投资商过来了。陈董，时间真的太小了。你怎么来了？ 啊，陈董，果然出手不凡啊！哎，开个价，我加入。开什么价？这件事情我没有请您来加入，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做。难道我接受了错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错的。 我只是想找当地的商人打听一下这个供货渠道啊、优惠政策啊这些事情，真没邀请你。<笑>不对吧？我觉得你更缺钱啊！你建这7个中转仓，有6个建成了，而且货源太小，你甚至回国找客户想给补贴。陈总，没有解释吗？ 养这些仓，需要很多钱呢。等货满了，我怕你老板撑不到那个时候，或者他没有告诉你，他的经济链已经坏断了。对吧？是这样啊，樊先生，我呢比较倔，说我陈江河，哪怕再缺钱，也不可能。 和你阮先生再合作。哎呀，陈江河，你我都是生意人，为什么一堆钱过不去？条件好谈，我听你的。Close the door. 再不说，他把你喉咙割了，原来上哪儿都这么多钱去。是骆总，哥，是骆总。 陈江河，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死都得跟着你。我让你走。我不走。这么多年我要走，早走了干嘛非得现在走啊？你打吧，你骂吧，反正我就跟着你。兄弟，你得走，你回去有任务。可你早说呀！我是怕你玩不成嘛。哥，你怎么总是看不上我？你先说。回去。 帮我找个人，这个人很有钱，我只大概记得他住在哪里。你去找吧，一定找到的。大哥，我让你找那个人，你帮我找到。哥，你耍我呢？你让我找那人，我找到了，2年前就病死了。你是不知道啊，还是装糊涂呢？ 喂，不用了。哥，我还是过去找你吧。不用，我都搞定了。真的假的？等你来，我再说定了。那你什么时候到？我接你跟陆总签。不用了，你等着吧。哥，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搞定的。 不会是那边还？我翻得早，跟你解释吗？啊，哥，你说什么呢？狗日新，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一起喝酒？你问过我，如果这
这个厂子没有了，还要不要你？当时我跟你讲，我要。现在我告诉你，我不要你了。你自谋活路。哥，你怎么了？你不会？没有什么不会的。大狗啊，你这个人呢，就是最大的毛病，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赶紧给我从眼前消失。哥，你少来，你认谁也不会认像我。大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我跟你叫一声专家，你就是专家了？你说到底就是一条狗。陈江河，你大爷，你耍我呢？我不是从头到尾都在耍你吗？你回头想一想，我们最早认识的时候，我跟罗总是怎么耍的你？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你送到那个地方的。心寒吗？有本事你学啊，你有本事你也学成我这个样子啊。你好好想想。陈江河，你行。你喂喂喂，大哥，这干嘛呢？时间没到吧？到不到就这样吧，出来验货吧。喂喂，哎，同志，我报警。领事馆已经在全力营救，我们和他们保持随时联系，有什么情况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刘主任，谢谢您了。王总，玉珠是我们义乌的企业，现在有困难，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货源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刘主任，太感谢了。贷款银行已经在和我们家谈了，你是我们家大恩人，谢谢你。别这么说。说句题外话，知道我为什么回义乌吗？邱英杰是我师哥，我大学时追随的榜样。站直了，咱义乌人没那么好趴下的。这话三个字，这。
姓魏，卖肥料起家，后来搞起了房地产和高尔夫，开了几片地，规模不大。看来是真盯上这儿啊。这还不好办吗？都不用你二位出马，我就把他给拦了。别，这个事情啊，好玩的。哥，你想怎么玩？明天你就带人来。啊，把这个后山所有的荒地圈起来，都插上我这个石湖园的牌子。你白天再多派点人，哎，领他那表去。嗯，他不是财大气粗吗？嗯，一张表一袋有机肥料嘛。哎，来了，你这贪小便宜。那我贪点大便宜行不？你讲，大哥，你多做点牌子。你把那山上的树啊，能算上树的，都给我挂上牌子。写上树林，凡是跟药材沾点边的，都写上。写中药。哎，还要让这个老姑把大伙都叫起来。人家魏老板好不容易搭了这个台子，我们得把这个戏给人家唱好。不是，你是唱戏吗？嗯，你明明是拆台。陈江河，你这人真的好虚伪。哎，村长。哎，你干嘛呀？怕啥？嗯，咱一块儿去吧。我才不去凑他们家热闹。人家老两口子从城里来的，看得多，咱们听说说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吗？走吧，走走走走。小伙子有事儿吧？来坐，那找地方坐。哎，这，嫌脏啊？那你坐我这里，我最干净。哎，这不合适吧？没事，我都坐半天了。客人，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活动活动。恭敬不如从命啊！坐吧。哎呀，听话呀，听话。哎呀，今天来的。我就开门见山了。嗯，村里都说二老德高望重，那么有关石湖地皮赔偿款的问题，来跟二位商量一下。我们粗略的做了一个统计，然后做了一个明细表。小李，你看，我和魏总啊做了一个调查，你们一亩地有4万丛种苗，按照实际情况，你们顶多也就能种2万丛。按照2块钱一丛算，一亩就得8万。但是经过我们的实际调查，现在石湖的批发价格是1块钱一丛，一亩呢也就是4万。一亩大棚最多4万块，再算上其他的地租、肥料、人工、水电，一年的投入也就是10几万。以往一亩地能产200公斤，一公斤能卖2000块，所以一亩地啊，你们能得到40万的补偿。村里有60户人家种。一共180亩地，按照你们的估价，我们得向你赔偿7200万。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调查，明年的天气气候和石湖的价格都不太乐观，所以我们只能向您支付3600万。对，二位考虑一下。嗯，你听明白了吗？我当然听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东西明年也不好，嗯，所以只能是卖上3600万，嗯啊，但是这个魏总人很好，嗯，他怕我们吃亏，所以他还坚持要给我们7200万。哎，不是的，不是的，嗯，魏总说的是，嗯，他调查了一下，应该赔偿我们7200万，嗯，但是呢，他认为他应该再给我们3600万。不不不，哎，不对，啊。哦，对对对，是说每年再加3600万，每年给7200万，总价
3600万，一次性赔偿啊？对。这是少了一半呢。那不卖的呀？哎，这个阿姨，你这个思路我再给你调整一下啊，我坐下跟你说啊，坐下好好给你解释一下啊。媳妇，你看，就这么说吧，你不管种什么，对吧？它需要长大，需要时间吧？嗯。长大了以后拿出去卖，又需要时间吧？对。所以你们只要把地皮给我，我马上给你们现金。这是不用我们再去卖了。嗯。有了现金可以干嘛呢？嗯。可以享清福啊，比如说到城里面商品房小区随便选，又热闹，环境又好，又舒服，不用爬楼梯，有电梯呀。哎，那魏老板说这个城里面现在哪个房子比较好？城里边好的楼盘可太多了。嗯，我就那什么，就我知道的那个延续国际，这个楼盘马上就要开盘了。嗯，据我的朋友内部消息透露，3万块钱一平。多少？3万。开盘价不对呀。嗯。问了。对，找朋友问一下。小王。我们现在这个新楼盘开盘价你们定的是多少？多少？我还没有批准，你们怎么就定了呢？这样，先把这个开盘的时间延后。对，具体开盘时间，等我通知。哎。哎，你坐坐。您接着说。啊，这个。叔叔，你是？他是我老爸呢。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哎，我先告辞。忘了，最重要的东西，阿姨。啊。这个是专门为您准备的一份礼物。哎呦，你请笑纳。客气呢。首饰，这是玉珠集团给 VIP 客户定制的高级礼品。你看，哎，这个是限量版的啊，你看上面还有编号，88。是啊，很吉利的。哎，真是不错不错，这个数字。嗯。哎，等一下啊。嗯。哇，这边是多少号？哎，你不用看啊，001。你怎么知道的？我送的，我能不知道？你还跟我厉害上了？什么呢？你送的。啊，你从来就只有送我这种什么赠送的。什么意思吗你？哎，你当着外人的面，你太侮辱我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什么赠送的怎么样？好看不好看？好看是好看，好看所以送给你。我找的设计师来设计，它能不好看吗？那怎么样？关键问题是你这个人送礼物从来都是没有诚意。你非让我去花那些钱，钱都在你手里啊！你让我手里，你太有意思了。你给我钱，我给你。行，啊，不好意思，小伙子，扯远了。阿姨，你是我，我老婆。嗯。我明白了。那我真的告辞了。魏老板，您明白什么了？也没那么明白。哎，那这个话聊的这太没意思了，大家都不明不白的你就走掉了，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了。你有事吗？没什么大事。你没什么大事，那就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嘛。我们两个也挺孤单的。那你二老坐，不坐，你是客人，你不，坐，您坐。那个，听起来你好像第一次做房地产。差不多第一次是。做化肥好好的，为什么要做房地产？挣不了大钱呐。这也能赔大钱呐。对。其实啊，你是做化肥也好，你是做房地产也好，它都是生意，都没有错。但是你但凡是做生意，你就要实在的。嗯。阿姨，
我挺实在的。哪里实在呀、啊？你背后那个小伙子刚才给我们报了一个账，是不是？你说他收成不好，他就要不好；你说成本要降低，就要降低；你说那个地里应该种多少棵苗，就要做多少棵苗。你们当过农民没有啊？他啪啪啪啪啪在那儿念挺唬人的，你这不是骗农民吗？这叫实在呀、啊。生意不能这么做的，你这样走不远的，小伙子。再有啊，我们两个聊聊开发。什么叫开发呀？哎，其实我也不清楚啊，但是我只知道一点，就是需要你开发的地方，你随便怎么开发我没意见。但是魏老板，你看看我们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你看那棵树，1000多年了，老樟树。你开发完之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开发完之后，这棵树又会怎么样？你开发完之后，你让我们这些农民就离开这里了？哎，我们将心比心啊，如果此地是你魏老板的宅邸，我是开发商，我把你轰了出去，你心甘情愿吗？我实话跟你讲，你真就是每年给我们7200万，我也不可能搬。嗯。你心这个大道理讲的真是一套一套，说别人说的很清楚。村长啊，这谁家车啊？这是什么车？哟，没见过呀！哎呦，还挺气派的哈！哟，哎，这不上他家去吗？这是我们阮氏家族的定海神针，我二叔。那我们也得跟着叫二叔啊。二叔你好啊。你好。二叔，因为一些不堪回首的经历，我的腿坏了，初次见面实在是有些失礼了。把我捧得这么高，我也没准备红包，情何以堪啊。请进。好，这是古宅子啊，说古不古啊，明清的老原料啊，才来重搭的，要的就是一个修旧如旧的骨气。来，请坐。嗯。本来说是在城里见面，可是我二叔说我们快成一家人了，就在这里。古不古的我是真不懂，不过您家这门槛可真够高啊。谁要想和您成一家人，还挺费劲。来，上茶。嘉禾，你儿子公司开盘定了时间没有？不知道啊，我们两口子现在完全不管他们的事情了。我的基金已经准备好了，要帮你们家再推上涨停榜没问题。
这是我们基本运营部的负责人，明言不做暗示。待会我向两位汇报一下我们后续买入计划，即将来谁进董事会的人员安排和股权分配。我已经把这个律师和有关人员请过来，你们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说清楚啊。 文雄啊，心虚啊，说是想的超前了。想多了。哎，想多了。既然来谈，不是谈这个吗？真的不是，因为确实我们不懂，所以说二叔啊，我的意见呢是说，儿子的事情，哎，就让儿子们自己去谈吧。阮先生就不要欺负我们不懂资本的事了。 那二位是来，我们就是来看看二叔您，来看看您这个老宅子，啊，来喝喝茶，聊聊天，一起看看报。二叔啊，我们呢带来了一份这个两年前的旧报，给您看一看。这个旧报蛮有意思的啊。 其实有一块消息不太起眼，他讲的是什么呢？说这个东欧有一个绑架集团，被当地的警方还有我们中国的警方一并给歼灭掉了，主犯几个人都死掉了，唯有这个头目活着了，被关押到了当地的监狱。这个就是绑我们的那伙人。我知道，这个头目在监狱里面。 几个月之后就病死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啊，风水轮流转，不过不打不相识。所以当初呢，我跟玉珠我们两口子多事，哎，念及这个一面之缘，专门托人去监狱里看过他。哎，这个人还蛮仗义的，把自己知道的这些过去的所有的事情，都一一做了交代。 我们还留了一份记录。二叔，你看，人家这个当地也是要用这个手印的。你看，这是他的手印。那说这个口供上讲了什么呢？说当初在绑架我们期间，你们家还和这个绑匪有过联络。为了救这孩子，家族啊，的确是出面斡旋了一下。 可不止这一次啊，二叔。后面还联系过好几次，上面有写的，是阮先生吧？哎，是阮先生。讲的呢是说，阮先生在我和玉珠分别被绑期间，专门打电话给这个头目，说我们家没钱了，说你们双方可以在我们家这个地方各取所需。 文雄，怎么回事啊？一排胡言！他怎么给撕掉了？你有关系的吗？复印件真的谁会拿来吗？我最狠的就是威胁。可是从2005年的新材料，一直到现在我儿子做企业，我们家可没少得阮先生的威胁。哈哈。 哎，喝茶，这可是我珍藏50年的老茶，50年了。哎，那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我还真得好好尝一尝。家里的地还没有浇水呢，管得特别严，茶也喝不成了，改日再过来拜访。哎，我送送二位，没事没事，二叔留步吧。 二位过的是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羡慕，有机会我登门拜访。哎呦，那我们可求之不得，是吧，江河？欢迎欢迎。文雄如果真的做错了事，家族一定会严惩，二位请放心。有二叔在，从今天开始，我们放心。但生意归生意，阮氏一旦出手。 还没有被下回的买卖，也请二位理解。